34条，咁我哋都系啦，一开始嘅时候咧 check 清楚佢嗰四样嘢啦，咁就分别系 angle 系 center 啦、diameter 四个 points 上 circumference 同埋 tangents， 咁就佢俾咗啲资料你嘅，都 mark 翻低先啦。咁佢有咧 AB 比 BC 比 AC 系等于7:8:13，留意住啦，呢一个系长度并唔系 arc length， 系记住啊，只有 arc proportional to angle at center 就冇 cot proportional to angle center 或者 circumference 嘅。咁呢度咧系真系俾个 AB 比 BC 比 AC 嘅长度系7:8:13，咁留意住啦。咁跟住咧 angle 有个60度啦，缩出嚟啦。最尾叫你揾 ABC， 咁咪睇下 ABC 系边个位先啦。ABC 就系呢个位嘅。好啦，咁就逐样资料 check 啦。angle 系 center 冇嘅 ，diameter 都冇，四个 point 有嘅，有个四边形出现。咁咪当然啦，同呢个有个关系啦吓。如果呢个 x 呢个180度减 x 啦 ，tangent 都冇嘅。咁俾就突出嘅资料就系俾呢样嘢啦，就系 AB 比 BC 比 AC 系7:8:13，咁就即系呢个啦。AB 喺度 ，BC 喺度 ，AC 喺度。是7:8:13嘅，咁呢度咧就我諗直情咧就係用 K method 去諗啦，因為你咁啱咧 A part 要揾嗰、那個角度咧喺呢個三角形裡面，你諗三角形嘅嘢咧，咁我哋可以當呢個7K 啦，呢個係8K 啦，呢個13K， 咁就嘗試用 cosine 咯去計數，咁就我哋開始試下計啦。咁你一開始嘅時候 A 咧，你就可以咁做啦嚇 ，let 咧 AB 係等於7K，BC 係等於8K。AC 係等於13K， 咁就 in triangle 咧，呢個 ABC 入邊啦，咁你就有咧呢個13K 嘅二次啦，等於7K 嘅二次啦，加去8K 嘅二次啦，減去二乘7K 乘8K cosine angle ABC， 咁等於啦。cosine angle ABC 咧，你移一移項咧，就變咗做7K 二次啦，加去8K 嘅二次啦，減去13K 嘅二次 ，over 翻二乘7K 8K， 咁你計完咧，咁上面就變咗做49啦，49K 二次啦。加去咧64K 二次啦，減翻169，咁就係-56個 K 二次。下面咧就變咗做7×14啦，14×8，咁就112。K 二次當然可以約啦嚇，咁你發現咧就變咗做-2/1嘅，呢個係 cosine angle ABC。咁個 angle ABC 咧，你撳一撳機咧就發現變咗做咧。你當佢正數啦，咁二分一嘅話就變咗做60度啦，咁所以變應該係 cosine 呢個 angle ABC 咧係等於120度嘅，你撳機就出到嚟噶啦，唔會有第二個答案，因為咧佢嗰個嘅angle 咧一定係喺180度以下嘅，咁所以咧只有一個答案嘅啫。咁好啦，咁跟住咧就去到part B 咯喎，咁你呢度咧就好快脆計到呢個120度啦，咁佢就問你啦，如果 ABC RABC 就是這個了，用回第二隻筆啦，綠色筆 RABC 是這個，那他說如果這個是 5cm 問回你 A dot， A dot 就是這裡，好了，審視一下有什麼資料沒用了。這個呢我們計用了的了，60度我們沒用過的，這個呢在四邊形這個呢我們都沒用的，那也很明顯要用了，咁就A part 計到 ABC 咧都未用嘅，咁呢個係佢俾啲資料啦，嗱都幾多資料未用噶，咁但係咧好明顯地第一時間應該都揈過係呢度啊60度，咁同埋咧呢度咧就提咗你啦，如果呢個 ABC 係5cm 嘅話咧，佢對應嗰只角就係60度啦，呢度應該係揾 arc length 就應該係 arc proportional to angle at circumference 啦，咁A dot 對應嗰只角就係呢只角嚟嘅，就係、是、AC dot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個規劃應該都好快就睇得到啦。咁首先第一件事咧，就計咗用咗四邊形先啦，逐樣嘢嚟處理啦。然 A B C D 咧，你就有 angle A dot C 會等於180度，減去 angle A B C。reason 係 opposite angles， cyclic quadrilateral。OK， 咁就變咗係60度啦。咁呢個咧，我哋 A B C 用咗啦，呢個都用咗啦。
咁就呢個六十度咧，呢個六十度未用喎，咁係咪好自然計翻呢只角啊？咁你就 in triangle 啦 ，ACD， 咁你個 angle ACD 咧就等於180度減去兩個六十度 ，angle sum of triangle 啦，咁啊等於翻六十度。好啦，咁你最尾啦，你計翻 RAD， 咁呢個 RAD 咧，咁當然啦，其實你可以用翻Ask proportional to angle at circumference 啦 ，RAD over RABC 咧，咁其實就等於翻呢個angle A dot 就對翻嗰個 AC dot，ABC 對翻咧 A dot C。咁你話我用嗰個 equal ask equal angle 得唔得咧？得一得嘅，啊，你應該 equal angle 先嚇，有 angle 一樣，所以就 equal ask。咁但係呢度我用 ask proportional to angles。at circumference 先啦，咁就變咗咧六十除翻六十，呢個係五嚟嘅 a dot， 你最尾計到咧 a dot 就係等於五 cm 啦。